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自然摄影师雷雨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我开了300公里的车啊，然后我看见雷达上显示这一片就是过一会儿啊，可能会有这个雷暴，就是闪电啊，可能会有闪电出现啊，我不知道，反正这个我看了一下，几率可能并不是太大，但是呢。作为风光摄影师嘛，反正我觉得有几率都可以来呀、啊，是吧？不过现在看起来这个云呢、啊，你看我背后这个云还是非常漂亮的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等待吧，等待这个雷暴和闪电的出现。好，我已经等了大概40分钟了，然后大家可以看见啊，天上的云已经慢慢在飘过来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太阳啊，现在只看见一点点了。刚才这一片是蓝天白云的，然后呢，我这边呢就是有非常多的云在往那个方向挤压啊，这边的云也在飘过来。如果挤在一起的话，可能它就会形成闪电吧。反正我觉得不管拍不拍到的吧。为我这份精神啊，记得一键三连啊，点赞、分享、留言啊。好，然后，希望祝我拍到闪电啊，拍到雷暴。然后怎么说？想一下，我已经准备好被淋成落汤鸡了，因为这一大片乌云，就是那种有点像那种蘑菇云那种啊，飘过来，我估计一会儿会下大雨吧。反正。只要能拍到就好，OK。有雷声，有希望。啊，我又来了啊！这个关于闪电呢，我待会儿跟大家说啊。你让我先把这张照片拍了，现在赶时间。现在，因为我刚才拍了闪电，然后这里拍瀑布，就是开车开了2个小时，现在天气已经红了，有一点火烧云。然后我先把照片拍了，跟大家说闪电啊。啊，各位不好意思啊，可能这个收音不太好啊，因为
刚才走过来，我是完全小跑过来的，跑了很久，然后这个怎么说，就是小蜜蜂忘带了。好，然后我身后呢就是非常壮丽的这个瀑布啊，这个瀑布我觉得是我拍过所有瀑布里边最漂亮的之一，反正是我觉得是完美的这个构图啊，这个天就是它是完整的，就是怎么说教科书式构图，非常非常漂亮，非常震撼啊。好，然后我今天早上是中午的时候大概拍了闪电嘛，然后我又开了三个小时车又开到这里来拍一下瀑布，所以非常赶啊。好，接下来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构图啊。好，大家看这里构图呢差不多就是这样了，这里其实是一个标准的构图法啊。因为这里我确实我也来过很多次，然后我也试着想发现一下其他的角度，但是确实这里我觉得还是这样拍是最漂亮最好看的。然后呢大家可以看见我们左边这里就是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瀑布啊。然后呢你看我这样构图，这个它这个瀑布从这个上面下来嘛，然后我现在使用的是1424啊，非常广，然后我用的是14端的差不多。好，这个河流呢，等一下我把这个再关一下，然后这个河流就沿着，我给它调亮一点啊，这个河流就沿着这样哈，然后大家可以发现这边呢它就是这个峡谷啊，就是这个峡谷，你看它这样我们这样构图呢就是它可以左右对称，然后呢右边因为这个河流峡湾嘛，它是看不到尽头的，就给人一种联想感。好，这样的构图比例呢是完全是那种感觉像教科书上，就是我们摄影教科书上写的那种最完美协调比例，然后又给人一种联想感的那种构图。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是教科书般的这个场景，非常非常漂亮，非常完美。多一丝都嫌那个多，少一分就嫌少，反正就是完美，只能用 perfect 来形容。好，上次我讲那个田园风光过后了，我发现有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滤镜，有些人弹幕啊留言里边说希望我讲一下滤镜。OK， 没有关系啊，这个我稍微晚一点或者下一集吧，我来系统性讲一下我们的这个滤镜。好，现在是光线最好的时候啊，赶紧拍一张。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闪电该怎么拍啊。我会分成三个部分来讲啊。首先呢肯定是安全，我首先讲好，然后呢我会讲这个我们如何来预测这个闪电，好，最后呢我会讲了这个我们怎么来拍这个闪电雷暴，是吧？你看我今天新话筒啊，这个是我的新话筒第一次用，主要是以前那些就是我自己感觉啊，以前录的那些声音啊高音全破了。我先吃一个香蕉啊，哎，饿死我了。然后这个怎么说，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安全啊。首先你查看好天气啊，查看好这个气象地图过后，你首先需要提前到达，你至少要提前大概一个小时吧，到达你的大概拍摄位置吧。好然后就是你不要在雷暴的中心啊，就是你别在那个，就是它在闪电嘛，比如说你别在它中心拍，就是在雷暴的中心，这样的话你会非常危险，而且你在它雷暴中心的话你这样拍的话也拍不好吧，我觉得。而且你拍到的几率，就是你因为在中心嘛，你这个周围都有可能闪电，在哪个方位也不知道，是吧？这个拍到的几率本来就要小一些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，大家要记住，别在雷暴的中心拍摄，你一不小心万一中奖了，哇，那个闪电被闪电击中，那个就没救了，就 over 了，是吧？好，还有什么？就打比方啊，你站在这个雷暴的边缘拍，然后呢，这个风呢，它正好是往你这边飘的，好，你拍着拍着，你突然发现，哎，你的周围就可能几公里以外，那种有出现闪电了。啊，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啊，然后你别就是周围几十米，就是大概周围几公里两三公里内，反正几公里吧，七八公里反正也包括，
你发现大概反正在你边上出现闪电，你这个时候就必须把相机啊给它设置好，让它自己在那拍。你设置一个间隔拍摄啊，本来拍闪电就是这样拍的，我待会儿跟大家说。好，然后你就马上就是到车上啊，你一般都是自驾嘛，开车去拍闪电嘛，你就在车上。对，如果没有车，反正你别就是怎么说，在你相机旁边，这个很重要啊，因为你相机啊这些，反正在车上吧，在车上最安全，因为车上，虽然说车是铁嘛，不是导电的，但是那个车是密封的嘛，然后轮胎呢？这个叫什么？就是轮胎是橡胶的嘛，然后它就可以引到这个地面了。然后你在车内的话是完全安全的，最多反正你的车被不幸被闪电击中的话，反正呵呵你车就报废了，是吧？但是你人没事，绝对没事啊。好，自己考。好，这个是安全啊。然后我们讲怎么来预测啊。好，关于预测呢，你首先你可以使用一个叫这个 Windy 的这个一个软体软件啊，比如说啊，我们搜一下 Windy，这个软体它也有，哎，你看出来了，也有这个叫什么呢？APP 手机上也可以用啊，国内用的话可能稍微慢一点，但是应该是可以用的。啊，大家，另外这个 APP 呢，就是软体啊，它这个你记住这个标啊，大家看我的鼠标啊，因为国内或者说国外也有，好像是仿冒的什么 APP。好，然后你看这里，比如说我们这个雨，这里有一个雷暴是吧？然后你就可以看，比如说我现在在波特兰是吧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哎呀，放大一下吧，波特兰一般没有这个闪电，你看这些地方，现在就是正在闪电哈，它也可以预测。啊，你看你拉拖动，你看是不是颜色越深啊，就表示这个闪电越大啊，颜色浅呢就闪电就小一些啊，没有就没有了，反正它这个是可以预测的。好，然后你就提前看好这个气象地图啊，你就到达那个位置。好，到达那个位置过后呢，你就不用看 Windy 了，因为 Windy 它主要是预测嘛，它没有那种精准的。好，然后你可以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在这个谷歌啊，搜一个，比如说我们输入 Thunderstorm Map。好，你看这个，这个第一个，这里面有很多啊，你看这里边就是实时的，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全世界哪些地方在闪电啊？比如说这个欧洲、意大利北部、米兰地区这一块在闪，然后俄罗斯这一块也在闪，中国现在也没有啊。啊，比如说美国这些，这里面闪得多啊，这个佛罗里达这一片、加勒比海。好，这个就是实时的，它这个实时的就非常精确了。你到达现场过后了，然后你就可以查看实时的。如果你那里没有信号，那你反正就可能先看好吧，反正。好，然后这个就是关于怎么来。就是预测我们的闪电啊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来讲一下闪电怎么拍啊。首先呢，你要拍闪电的话，你必须要就是怎么说？你必须要使用一块减光镜啊，这个减光镜非常重要啊。比如说，我们找一个减光镜啊，这个吧，你看这个。这个减光镜，因为怎么说呢？你首先要明白，你如果用正常的，比如说我们白天啊，晚上的话，你就不用减光镜了。我们先说白天拍啊，我们就说白天拍。白天拍的话，你要明白，你如果正常曝光的话，比如说，1/1秒、2/1秒、3/1秒，你想你2/1秒去抓这个闪电有多困难，是吧？你要明白这个道理。你闪电嘛，都是这个一瞬间嘛，所以你就要降低自己的啊快门速度。我推荐给大家呢，就是如果你想获得就是正常的闪电嘛，我觉得大概在10秒左右是最好的。你直接把你的相机设置成，拍摄延时那个就是跟拍摄延时一样啊，间隔拍摄，或者说你没有相机没有这个功能，你可以用快门线加装快门线来设置，然后间隔时间呢就设置成2秒啊这些就可以了，然后它就一直不停的。10秒，10秒啊，拍完一张又拍一张。你要明白，在10秒内，只要这个方位啊出现过闪电，出现了闪电，那你肯定就拍到了，是吧？
所以你别用正常的快门速度去拍，正常快门速度那个是基本上不可能的。你就大概我反正推荐给大家10秒，因为太长的话，怎么说？因为云会动嘛，它云就这个。当然，你如果喜欢拍摄那种比较梦幻的场景，你就可以拍1分钟，设置1分钟也可以啊。1分钟的话，你拍摄的几率更大，而且呢，就是其实呢，你时间越长，你的快门速度时间越长啊，就是它可能一张照片出现，同时出现很多道闪电，因为比如说10秒内闪电出现了一道啊，然后30秒内它出现2道，然后你都拍到了，然后又过了30秒，1分钟，它可能出现1分钟之内，你这个拍摄的方向出现4道闪电，那你这个画面上就有4道闪电了。是吧？你就反正闪电就是这样拍，OK，应该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吧？至于这个参数呢，我在这里就不再过多说了。反正其实拍闪电就是我觉得挺简单的，关键是你要有这个勇气首先，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啊，别在雷暴中心拍，记得啊。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记得一定要点赞、点赞、点赞啊！然后就是分享，还有留言、弹幕、弹幕。上次我那个视频不是说弹幕吗？然后很多朋友在下方给我留言说雷老师是弹幕啊！其实大家不用叫我老师，我觉得我们都是年轻人嘛，我也不大，我才30岁嘛，是吧？30岁多了。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记得一键3连啊，拜拜。